Hello 啊，敢问您是？哦哦，我就是个过路的，进来讨一口水喝。等等，我给你取。给。请问这里就您一个人吗？附近没人居住了？这附近挨着一个空军基地，里面的士兵经常出来抢劫物资，附近的居民日子根本没法过，走的走，逃的逃。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哎，因为穷呗。那些士兵来我这儿抢劫，都得哭着回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不嫌弃的话，要不就在我这儿休息一晚。不管怎么着，人都得休息嘛，不是？哦，好。